你相信命运吗？你是相信命运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，还是相信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终点？别丢下我！这猎手太可怕了！别过来！糟了，前面是绝崖，没路能逃了，快躲起来！别发现我，千万不要跟来，千万不要跟！这就是鬼星吗？这新手试炼也太难了吧！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，只要在鬼星上存活五分钟，就能自动完成转职。但正常人在这儿，怕是一分钟都很难活下去吧？我叫江凯，现在正在这颗名为鬼星的星球上接受新手试炼。鬼星是50年前忽然出现在地球外的巨大星体，不过鬼星的出现并没有引发什么引力灾难，让地球偏离轨道，但地球上的动植物却在鬼星出现后突然异化成，后来便成为兽神的怪物，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。前方出现兽神，不要惊慌，躲避攻击。不行啊，我们的炮弹根本没有作用。救命啊！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，他们的出现直接把人类逼至存亡绝境。但在这绝望期间，幸存的人类竟然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传送阵，人类只要通过传送阵就能以数字形态传送至鬼星。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，这里是……天哪！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，在这里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，每个人都拥有了数值、装备、技能，像游戏角色一样升级，获得强大属性，甚至还发现，要是在鬼星升级到一定程度后，就能把这股超现实的力量带回地球使用。届时现实世界的人们将变得和在鬼星上一样强大，甚至能以肉身对抗兽神。总之，目前的人类若想破除绝境活下去，就必须从鬼星上获得力量。不要，不要！而这些前仆后继前往鬼星的人们被统称为探险者。不好，这里的幸存者就剩下我了，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逃了。难道我倾家荡产来这鬼星就是来送死的吗？二哥，想去鬼星就去吧，我和大哥会努力为你凑齐费用的。你在这里要好好干呢，我可不会亏待你的。妹妹为了赚取我来鬼星的费用，年纪轻轻就受尽了苦楚，而大哥明明患上了肾衰竭，还在努力工作，说在2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用便会。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，还只能白白浪费家人的积蓄，在这懦弱的等死吗？不，我已经快撑过5分钟了，与其在这坐以待毙，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。马上！上就要完成了，要去赌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。让我完成转职吧。检测到您在鬼星存活5分钟，任务完成。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，恭喜您触发了1%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。谢
谢您成功完成转职，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坠崖后不但没受伤，之前的伤还全好了？叮咚！君临及时转职成功，刷新了基础属性，相当于满血复活了。你就是与鬼心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？可以这么说。恭喜您转职成功，下面我将给您介绍赌徒的职业天赋。天赋加倍，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，并有1%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。超级加倍触发时，奖惩将翻至10倍。君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了加倍天赋，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。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二天赋。什么？别人转之后只有一个天赋，我能有两个吗？是的，这是您的第二天赋效果，天赋超级暴击。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，您的初始暴击几率为0.1%。下面为您展示当前属性。我的四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36点。正常人转之后总属性一般在20点左右，我怎么高达36？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之后奖励的属性点都翻倍哦。属性点也能翻吗？要这样的话，以后在鬼星上升级，正常人升一级加10点属性，而我翻倍加20，那我升一级不就相当于别人升2级？而且我还有第二天赋超级暴击，正常人的暴击是2倍伤害左右，但我可是200倍。虽然目前的暴击率只有1/1000，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，那我以后的伤害会非常恐怖啊！太好了，这是刚才人脸兽用的武器吗？之前我还只想着尽快转职，来鬼星为大哥赚到手术费。因为在鬼星上，就算职业再弱，也比在地球上赚得多一些。但没想到，我竟意外触发了额外的转职判定，成为了隐藏的强力职业——赌徒。这么看来，或许我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，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生活。您已顺利完成转职，请在7天内尽快完成平安抵达圣药城的新手任务。不过，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，还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完成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，在7天内抵达试炼区的终点，圣药城。不过想成功抵达，困难重重。首先，试炼区域怪物遍地，一旦被杀，则试炼失败，然后将被传送回地球。虽然在鬼星上死亡，地球上本人不会受到伤害，而且还能再次登陆鬼星，但这种看似不大的死亡代价，只是对有钱人如此。毕竟购买转职的材料需要大量金钱，有钱人有无数次试错的机会。但像我这种穷人，必须一次通过，绝无二次机会。啊！救命啊！好熟悉的叫声，难道是？啊！我的妈呀！救命啊！都别靠近我，我嘴巴折了。居然真是柱子，他被陆行蛇包围了。这蛇有剧毒，被咬一口人脸兽都会毙命，而且那有3条。柱子别怕，我来了。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凯，你别管我，快走！这些蛇属性很高，而且有剧毒，我们一起的人是打不过的。别怕！什么？凯，你能杀了一些蛇？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，绕到蛇的后方攻击，果然有效。不过现在是换我被盯上了。
完了呀，凯，这些生命阶很高的，是吗？哎，居然这都能躲过！转职后我属性翻倍，一级敏捷堪比二级，果然这些一级陆行蛇的敏捷都不如我。